新版《流星花园》即将翻拍，制作人一样由柴智屏接下，而主角 F4 级杉菜人选也正式公开。不过最近有消息指出，小 S 徐熙娣将接演男主角道明寺的妈妈或姐姐。小 S 曾在网络上大喊我想演杉菜，却惨遭网友吐槽你可以当男主角的吗？没想到网友一语成谶，他真的被柴智屏给相中，可能接演道明寺的妈妈或姐姐。而经纪人也证实的确收到邀约，但是细节与演出角色还不能透露。而如果确定演出后，将会和最近超火的沈月有相当多的对手戏。小 S 直率的个性深受大家喜爱，不过平时走亲切又搞笑路线的她会如何诠释独裁有气势的角色，引发网友期待，势必会成为戏剧的一大看点。